全台唯一的迪士尼皮克斯动画厅也是世界第一家。2018年，秀泰砸下千万打造亲子课，带动这间在台中火车站附近的百货影城，一年150万观影人次，成为全台秀泰影城的电王。这边请哦，两位进来坐的是 A 牌的5号跟6号。操作话题，秀泰在台中文心店又抢版面，再推出台湾第一、全球唯二的电动床影厅，让观众躺在床上看电影。光这一床造价40万的顶级床组，号称是 NASA 太空人等级的床垫。它电动，它至少是，你知道，就很像在家里面你光这个角度45度就很舒服，在这边看。那我觉得很多人在家里就是喜欢这种角度，反正我可以看，但是我又可以睡，然后就是很自由。胆大精准，让秀泰近几年一路攻城略地，丢给同业不少震撼弹。2015到2018短短4年内，秀泰旗下的电影院从原本6家扩增到12家，又跨足5间实体商场。领军的是秀泰集团第二代廖伟明和廖伟祥兄弟档。反正它其实一个道理啦，你大概懂了。一里通万里测啊。对，可以应用在每个领域上面，不管是反正经商都差不多大同小异。零售也好，影城也好，生活娱乐，它的道理是差不多的。金流对，看怎么进。行销、营业、管理。兄弟俩把影城转型成百货商城，精心布局了很多年。从当时没人敢去的台东当试验点，接着一路展店到新北树林、台中和嘉义。选择市场空白区扩点是兄弟俩的经营哲学，但决策的背后是下足苦功做研究与试调。台中它整个的商业结构，或者说它的产业结构是非常的扎实，就是说大家很清楚嘛，其实台中部地区中彰投有很多所谓的隐形冠军，整个电影院其实加起来才不到7、8家而已。这样的一个想法说，好，我们应该做一个比较不一样的顶级，而且刚刚我们做的这一区是8期，它其实就是你知道台中最好的一个地段嘛，7期跟8期，它等于几乎算是台中的新一计划区。台中文心店距离市区其实有20分钟车程，周边并不是精华商圈，秀泰可以打造奢华风，整个百货商场以电影主题作为设计发想概念，每层楼都呈现不同风格造型。瞄准当地顶级客层，让想逛街的人愿意开车来一站式购物看电影。最大的竞争对手就是所谓的网购嘛，或者电子这个商务的部分。那我们能够做到一点，就是说他们来就是所谓的一站式消费。你只要真的出门了，现在客人就是想说，我停好车，我都不要去哪里的，就是这一站弄完，我下一次上车就是要回家了。先拼尝鲜客，再抓紧 VIP。影城起家的秀泰特别在无感体验的细节处费心，卖场的灯光都有严苛要求，只要一颗灯泡有问题，一整排全部换。我觉得灯光在室内设计上其实很重要。那所谓灯光设计，其实在它是个很专门很专门的学问。如果你看很多商场或是公益空间，它的灯，你这一整排下去有白有黄，就表示他们在维修的那个概念是不对，因为整个空间它的颜色是不一样的。越细节的地方越是亮点，秀泰想在竞争激烈的百货商场中展现差异化的企图心很强烈。打卡的网美区定期换摆设，就是要让秀泰保持网络热度。我们叫这边就叫粉红好莱坞啊，你看这边就是 bling bling 粉红色的，然后让大家可以来拍照，连地毯都粉红色。所以我们每个小 corner 都有些小小惊喜，不止视觉，连听觉刺激，兄弟俩都预先设想。新北市树林店的电梯里，依照森林感，耳朵听到的是鸟鸣声。因为树林嘛，树林、森林，那我们觉得森林系可能在于家庭跟居家比较怎么讲，比较放松、舒服、亲子友善这样的一个感觉。对，我们自己调的、啊，我们自己去调的、啊。你看，连这种鸟叫声都是我们设计的。注意影音嘛，所以对于声音跟那个画面都比较在意。求新求变是廖家兄弟俩开疆辟土的核心精神。每一间商场，两人都希望玩出新意。他们知道逆向操作反倒会成为焦点。在书店的倒闭声浪中，树林店的上千平书店就引来同业侧目。秀泰大胆以一整层楼400个座位放满20000本书，目标很明确，聚客。我们现在强调的是你来就对了，你来这边找事有事情做，你不要买东西，你只要在这边花时间享受坐也好，放空也好，都可以。那就是没有压力。那我觉得你进来之后，你讲真的，人都进来了，你还不会买东西吗？
现代人的压力这么大，我觉得不要再用资讯去轰炸你。2018年底，秀泰影城加商场总营收直逼80亿，相较2014年营收10亿元，足足跳了8倍。能够成功转型，并非一蹴即成。兄弟俩其实是从改装电影院的经验学起。我扣掉四排啦，对啊。所以说那我其实有很多的一些原因啊。第一个当然是拿掉之后，因为你高度是一样的嘛。对，所以说如果你排数变少的话，表示说你每一阶的高会变多，变高。它要开180，你看我下面到我现在看下去，我还是看到最底端的字幕，就完全不会被挡到。因为台湾人的观影习惯还是会追字幕。电影院直接拿掉前四排，升高每一阶座位高度。秀泰从最小的地方开始转变，甚至电影椅也重新设计。廖伟明带着团队与日方研发，一张椅子就磨了半年。这样椅背更保节省空间。它180公分，你看坐起来都有三个拳头，可能我的话就到3个半了。120，它的间距是120。其实别家影城我们知道是115啊。我比喻就他现在看电影，我走过去，他脚都不用动，我稍微这样过就过了。Okay. 你看180公分，借过一下，你看就过了。就这样，对啊，其实很舒服。秀泰兄弟的耐烦认真让日方厂商印象深刻。已经制作椅子40年的日籍董事长还大赞，能做出这张秀泰的电影椅，让他们也非常骄傲。America でもね、フランスでも、ベトナムもいろんなところで我々椅子を作ってるんですよ。映画館の椅子もいっぱい作ってます。本当にこの椅子が一番いい椅子だと思います。早上几点的？电影在6楼5厅。最大杯你要喝什么？在台湾短兵相接的影城大战中，秀泰这几年以黑马之姿抢下百亿大饼1/4的市占率，要升台湾影城第二大，影城数仅次外商微秀。兄弟俩果断的决策力和细微处下功夫的耐心，让秀泰集团从影城跨足复合式商场、电影院与百货相互拉抬人潮。在这电商崛起的时代，秀泰的出手展现不畏市场潮流的胆识与果断力。